你好朋友，我是小婉的朋友伞弟杨玉琴。然后我很恭喜你签约了我们的环球影。拍手拍手。没有了。没有了拍场，没有了拍场。因为我知道就是你的工作室现在是杨总工作室嘛，对不对？没有，对，是。是你起的。是我起的。其实我们今天目的就想让你带领我们的节目走向国际化。啊，不敢，是环球带领走上国际化，那跟我没关系。无论是听你的歌，或者看综艺的时候，都会被你很强大的语言能力。语言能力还是可以的，但也没有说特别强，特别说能跟你们交流。有没有杨总的风格？有，刚才那家好杨总，对吧？嗯，跟各位交流，是的。我真的好像有点太阳。那你现在其实掌握的语言是三种吗？母语肯定是泰语嘛，然后中文，一点点的英文，现在走上了国际的公司。你 Q 一下。那就中文就是，看一下我宝宝。英文的话 ，Look at me， 宝宝 ，Baby。泰文是 Mong Lang Lei Si Yi Lan， 希腊是宝宝，对，亲爱的。因为泰国的后面的音通常都会拉长嘛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嘛啊，就是安安的卡，就李兰卡，来吧。来吧！有人想过，就是你的其实中文有一点点东北腔。我是跟东北人在一块才会有东北腔，跟上海人在一起，我就会觉得哈哈，好不啦。比如广州人的话，就是我可以我不知道了我。不。东北是什么样子？冷挺猛呀，走啊，老铁。其实我是河南的，那我们这一块就刚刚看一下我宝宝，我又河南人了，好。看一下安宝宝。看一下安宝宝。第一次才知道你的大学专业是旅游管理。是的，艺人做不好的还是火不了的，我就去当导游。但没有想到，还是注定成为了环球签约艺人。你刚刚也说很多其实都很喜欢去泰国去旅游嘛。嗯，对。然后其实我现在的话，其实没有什么，还没有机会去过。啊，你没去过吗？没有去过。老板让那个小婉。歇会儿啊，让他能出国玩一下，在那个员工旅游那种去泰国可以找我，我会算你便宜价，六折好吗？旅游的话也没有就很特别的攻略是吗？三天你在海边玩，然后有可能四天在曼谷。我最爱的就是泰国的粉，黄粉。有很多就是泰籍艺人来我们内地发展，有没有就是很想合作的？我觉得 Lisa 是我们泰国的一个荣誉吧，就是泰国之光，对，泰国小骄傲，就当然就是有机会还是想认识。因为之前也有带，就是带姐妹回泰国嘛，因为那种就是异地还乡的感觉。会有碰到，闪电，我在泰国见你了，我在中国都见不到你。是那种状态。我是小学生，就是你是发抖音，但是他要发很平庸的东西。刷，就是你关注的明星，然后闪电，然后发的时候嘛。我不会回答，让他再给我打一次电话。出租车，他打不到。张星星，那你最近有追什么就是剧吗？里面的角落是。如果请我两次找你爬山，你愿意吗？要不要一起爬山啊？愿意。真的吗？你接受这个爬山请求？我就不然就扒着他。要掉一集。我给你做的表情包，然后一下四字成语。眉飞色舞。微香。见过。哈哈大笑。那我先来起一个头吧，就刚才我们说的一心一意。意想不到。道听途说。说。说。说三怕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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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四世同堂，堂堂荡荡，堂堂荡荡，堂堂荡荡，哎，那其实坦坦荡荡，荡荡荡，但是荡气回肠，长长久久，九十九朵玫瑰花，谢谢。小叮当是因为卫生考虑，所以才没有的脖子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嗯、因为兰博基尼。
轻。因为兰博基尼。他脖子不都是蓝色吗？因为兰博会积攒泥，会积灰。